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当主持人有带一下精神，抖擞啊。好的。张你不知道敲壁炉吗？啊，还没有了，那么快。对对，我们先热身嘛。今年高兴哦，2015年图腾从台东出发，所以这个心情是特别的不一样。希望现场的朋友都可以跟图腾一样，好不好？从台东一出发，然后在2015可以得到很多很好的结果，这样。然后这首歌《起风》带给大家。No matter
还好吧，各位，醒着吗？阿星，我看。